我是阿多啊，我爱吃蚵啊。老实讲，这是我第一次喝芋头牛奶。这篮子是要给你的。芋头我等会吃，我不会。Merci。Merci。进洗手。Lavez-vous les mains。Lavez-vous les mains。不错，可以。你有健保卡吗？有啊。我那应该来给大家秀一下。台湾的健保卡吗？耶！大家好，我是蔡英文。今天跟我在一起的是我们来自法国的一个好朋友，酷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酷。今天我们开始的地点啊，其实是我们来去总统府住一晚的一个房间。我知道酷也申请过，对，我没有被选中啊，他没有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今天是我的 VIP。哇，所以谢谢总统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下一些关于台湾的事。酷，你来台湾几年了？我来台湾差不多3年了。对啊，平常时间我们看到你的时候都是在 social media 上面看到你啊，听说你也介绍过我们的泡面。对，我介绍泡面给我的法国阿妈，他们都超级喜欢。我也有请到外国朋友，法国跟荷兰朋友来到台湾，透过他们的角度让台湾人重新看待，对他们来说很熟悉的这块土地。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？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是大概5年前，然后我一句中文都不会讲，然后我去夜市吃饭的时候，我是那种我这种看图片，因为我不会念，但是我很快就交到一些台湾朋友，很热情的。然后有一天早上，那个台北朋友打给我，然后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今天要不要去骑脚踏车？”我说：“好啊，去哪里？”就去纠纷啊。好啊，反正我不知道纠纷在哪里。我们骑了8个小时才到，而且到的时候天气都黑了，所以真的。台湾人很热情，这没错，台湾人特别热情。台湾人不但很热情，其实台湾也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嗯，我相信你晚上到的9份的时候，你应该还是觉得非常的安全，而且还是很热闹。对，在九份，在那个时间，你在台湾的这段时间刚好是我们的防疫期间哈、那你有没有买过口罩？我有买过，而且是用台湾的钱包卡来的。耶、yeah ！你查酷，对，所以我就去，现在已经不用排队了，所以你去药局就可以买得到。然后也听说现在可以在网络上预购吧？对，现在还进阶版是，你可以到附近的便利商店订购去付钱，那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了。所以我们有口罩贩卖的1.0版、2.0版，现在已经进阶到3.0版。我很高兴说，像你这样的外国人也有健保卡，也可以跟大家一样购买这个口罩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台湾。你的法国家乡的情况怎么样呢？现在法国人意识到我们这个疫情的严重性了，但是医务人员还是缺口罩。我有家人跟朋友在医院工作，他们的工作环境不是理想的，但是我们越来越好。然后台湾捐了很多口罩给我们，所以非常的感谢你们。谢谢。我们除了我们台湾本地的需求之外啊，我们也帮助了一些国外需要这个口罩的朋友，包括法国在内，我们也都有提供医疗体系里面所需要的这些口罩，希望跟其他国家一起来努力，让这个防疫可以更成功，大家的健康都可以确保。那酷，我们现在来谈一点吃的事情吧。耶！你喜欢吃台湾芋头吗？我是阿多啊，我爱吃芋啊。我们今天呢有这个芋泥蛋糕，还有芋头牛奶。我也准备了一篮子的槟榔青芋给你，这个是。这个要给我。这篮子是要给你的。芋头我等会吃，我不会吃。我们来吃吃看好不好？来来，东东，你本人喜欢吃芋头吗？我喜欢，我非常喜欢吃芋头。如果你喜欢吃芋头，我会准备一个小礼物，我自己设计的一个芋头控帽子，芋头控，芋头控，哦，还有一个芋头控的 T 恤，给你一个小芋头。哇、哦，真的是芋头耶！对，你真的喜欢很喜欢芋头。其实台湾除了芋头之外，还有很多好吃的农产品。
那这次在疫情期间通路上的关系或者是出口受到一些障碍，所以我们的农产品有多一些出来，所以我们也非常的鼓励大家多吃台湾的农产品。你在台湾的期间应该也吃过很多台湾好吃的蔬菜吧？非常多，而且很多是我们法国没有的。那你喜欢吃哪一些呢？除了芋头之外，我也喜欢吃台湾的地瓜。啊，这是同一个类型了，是不是？地瓜对身体很好。对对对，在减肥的人都会吃地瓜，而且芋头可以帮助便秘的问题。真的？哎，我吃很多芋头啊，所以就顺。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，很多人都比较少出门啊、有时候要去买菜也限制比较多一点。可是我们农委会有一个叫做电商平台的哈，你可以利用这个电商平台，这个农产品就会直接送到你家。我也看看有没有地瓜跟芋头。芋头我一阵子我应该不用了，我这个有差不多一个月的分量，但是有时候的时候就会用用看。台湾的农产品是都很优质的，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履历的制度，进入这个 QR code 你就知道说这个是谁生产的农产品。那我们喝喝看这个牛奶吧。来，哇，这个哇，好浓哦。老实讲，这是我第一次喝芋头牛奶。芋头蛋糕我常吃的，好浓重哦！来，我来干杯。哎，小云总统呢？我来教你一些法文好了。好啊，好，谢谢啊。这次的法文就是 merci。merci。哇，很标准了。再见，就是 au revoir。哦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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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个金洗手 ，Lavez-vous les mains。Lavez-vous les mains。不错不错不错，可以。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，Merci。Merci。Au revoir。Au revoir。Lavez-vous les mains。Lavez-vous les mains。标准标准。今天我来谢谢酷到总统府来跟我们有一个有趣的聊天。在酷的频道上也有关于台湾防疫的我们对谈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也能够去观赏。那今天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酷 Maxi。怎么样？芋头可以做点心，芋头还可以吃火锅。对。哦，这个是要送给你阿嬷，台湾的包包。这个有阿嬷味。有阿嬷味。阿嬷会喜欢。大家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吗？喜欢的话请订阅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那我们会释出更多的独家内容的影片，敬请期待。